嗓子好疼，我嗓子疼，我的嗓子疼，我嗓子疼，阳了不能熬夜，阳了理解一下。你以为我是一个什么状态在直播呀？我可是阳了第二天，我可是阳了第二天我直播好吗？我再怎么样我也生病了，再怎么样我也阳了，我也要休息的。再怎么样我也阳了，我也要休息啊。兴奋猪，可能是我的抵抗力比较好。谢谢你。哦，我可能是减肥减疯了，我可能等一下下班去称个体重。要不是我阳了的话，我高低我再给你加一个小时班，好吧？看了团团这么多年，就是没见过本人长啥样。我其实是个男的。嘿嘿嘿嘿嘿，鼻子有一点点堵。我去休息了，我要保持直播的一个状态，那我就下班了啊。亲一个，晚安，明天见。就很棒。